自嗨锅品牌邀您收看《仲夏满天心》，抽支幸运签，收获属于你的心动，满满恋爱味，阵阵火锅香。四月小火锅就吃自嗨锅。订酒店既有同城，两亿用户都喜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观看《仲夏满天心》。啊，超物质的音乐会！当明星感觉怎么样？爽，爽。你们干嘛？小姐，不要耽误我们工作啊！来，你先下。又是你，把录音笔还给我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我刚配合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居然把我录音笔给踩坏了，你知道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房产证和房主委托书都在这儿，随时可以过户。好，那没什么问题了，谢谢，合作愉快。哎呀。你没开吗？我关了吗？衣服没拿。哎，最近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哎呀。我没开吗？我关了吗？没关。这是接瑞还是接发呀？先下楼吃个东西，再找灵感吧。小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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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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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红。小红象，小象，小红是小红红。幻听了。小红红，小象，小象，小象，小猪猪，哎呀，睡觉觉。相信科学。
什么声音？狗皮鞋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听见，我家是不是闹鬼了？总有女生唱歌，东西也被吃了。我下楼看了一圈，没有别人。你听个消息，给我回电话。你家，莫名其妙，我看你就像只老鼠一样到处乱窜，还偷吃我家东西。谁偷吃了？你过来看，这是不是你偷吃的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吃了？还你家？我看你这两天演的这出戏，就是为了引起我注意，是不是？你准备了多久？三天、七天、一个月、三个月？想见我一面很难是吧？你有病吧你？脑子有问题啊？好，我知道我很帅，我也知道你很喜欢我，但是你这样我真的很接受不了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你粉丝吧？我看你是被彩虹屁吹蒙脑子了吧你。行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就给我出去。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要出去啊？现在就给我出去。现在就给我出去。我有话要说。说。那你说这是你家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这里是你家，你有证据吗？好，你过来。你看，这是我和我爸的合影，喏。还有这里，这里刻着我和我爸，还有我家洛天然之家。洛天然是我，你是谁啊？啊？骗子！这画的什么？这是？这上面。是我给我爸写的一首歌，只不过还没写完，我爸就不在了。骗子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谁骗你了？我有必要拿这种事骗你吗？你不信是吧？你过来看，就画在那儿呢。你去看。去啊！哎，快！开门！对待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，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，给我开门，快点！喂，你给我回来！喂！哎，你想进来？啊！求我。开门。想进来？没门。喂，开门！还想进我家？你给我开门！你骗子！好，你别出来了，你就再也别出来了。赖在我家不走，居然还把我给撵出来了。这女人什么来头？碰到她就没好事。不是吧？
说下你就下，洛天然，开门！下雨了，让我进去。洛天然，我求求你，开门！啊！天气这么热，你先擦擦汗，我看你出汗了。因为这个手表呢，手工非常特殊，表面存在一些瑕疵问题，但这是工艺问题，不是质量问题，不影响使用。这个款式是要交定金的。你要两盒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姐，再见啊。哎呀，今天生意怎么这么好？喂，那个口红系列全都有，这个色号，哦，有的有的有的，好嘞，要一支是吧？现在就等通知了，是吗？没问题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也是，你准备那么充分，这个女的好看也挺吓人的。小琴跑哪儿去了？不接我电话。靳泽一昨晚怎么会住到我家呢？都怪里怪气的。这是谁的？什么？我说你人怎么不见了呢？原来是躲在狗窝里。你还有睡狗窝的癖好啊？这就是你买的房子啊？哦，还挺结实。谁能想到堂堂大明星靳泽一居然睡在狗窝里？你别拍了，走开，我难受着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冷。这么烫，你发烧了？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我不去。你都烧成这样了还不去？我不去医院，去医院又要被拍了。哎呀，你都什么时候了？你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还管那些啊？走，先进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不行。你太强了。你醒了，把粥喝了。汤。既然醒了，那就赶快走吧。我走。哼，你不会脑子烧坏了吧？我只是好心收留你暂住一下，我可没同意让你住在这儿。啊，你收留我？哦，
对了，还有你的行李，带着你的行李一起走。你脑子有病吧？开门去。我？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。你是？所以呢？我还没同意你进去呢。你病了？你这看样子病得不轻啊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你不是说房子闹鬼吗？我赶紧过来看看，怎么还病了呢？对啊，闹鬼啊。啊，我还没同意你们进来呢。你谁啊？这女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忘了我昨天跟你说的话了啊？我是问你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要是被人看到了该怎么说。我跟他没什么关系。我当然知道你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会跟这种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是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人啊？而且这里是我家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他女朋友是吧？你是他女朋友，你就赶紧把他带走。你好，我是蒂芙尼，我是泽一的经纪人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洛天然。看来因为这栋房子的事情变得有点复杂，泽一的事情由我全权代理，不如我们去外面谈谈。哦，睡觉。二郎神。到爸爸这里来，二郎神。赶快把你家艺人带走吧，年纪轻轻的。你哭够了。赖的我家都不肯走了。你说这里是你家？对啊。是这样的，阿泰，我给你看点东西吧。嗯。这种文件一般也不会有人去作假，都是真实有效的，你看一眼吧。不可能啊，我从小就住在这里，我不可能把我房子卖了呀。金小琴，他走了。走了。怎么，你还挺关心他的？我关心他。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房子就是原来是这个女孩的，后来她把她抵押给一个叫金小琴的女孩，那金小琴呢就把房子卖给我了，一切手续也办完了，合理合法的。那你找一个背景这么复杂的房子干嘛？复杂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二手房交易不都是这样吗？再说了，少爷，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好吗？落地的大面积的玻璃窗，屋顶要漂亮，与世隔绝，在郊区还要摩登现代化。你以为这种房子这么好找的吗？吃俗吧你。好好好，你说的都对。哎，把药吃了，好好休息，就当放假了。你是陪着他还是跟我走？跟我走。哎，这药吃几粒啊？后面有说明书，大少爷。走了。那我也先走了，哥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出了一款新包，你看你喜欢不？是限量款，而且它的手工啊都是牛皮的。您今天点了一杯饮料，点了吃的，我这个包就给你打个九折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了。喂，天然。喂，林彻，小琴在你那儿吗？小琴在啊。你把她带到拳馆来。怎么了？你别问了，
把它带过来就是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天然让我带你来的呀。行了，站住。天然，你吃饭了吗？还吃什么饭？金小七，都是拜你所赐，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。我，天然，你不是答应我见了小七不生气的吗？不生气？你问我他是怎么骗我的？我没有骗他，是他自己喝醉酒签的。你，我天然，你冷静一点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12年嘛，这怎么是10周年啊？你哭什么呀？我好累啊。累就趴会儿，趴会儿就不累了。我弟弟逼着我签字画押，让我给他还钱。没事，你有我嘛。等我有钱了以后，我给你买房买车，我还给你车买大飞机。天然怎么这么好啊？上个厕所。抵押授权委托书，金小琴。洛天然，小琴，你看，我以后就是你的监护人了。你弟要是再来找你，你找我，来对付他。来，吃块肉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应该出去接您的。没关系，你请进。你之前说房主不在，那委托代理协议你签好了吗？都签好了。天然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，手续齐全，随时可以过户。这次我也没办法了，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。你给我过来。那天你约我出去吃饭，就是为了等我上钩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很看重那套房子，可委托书是你自己签的，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天意？你还跟我说是天意？我也没赚到钱，我找谁去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我拿那些钱都干嘛了？我去还我弟弟炒股赔的钱了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这些年赚的钱全给他填无底洞了。你不是说你弟弟不炒股了吗？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对天然啊。我也是想暂时抵押一下房子嘛。对不起天然。还剩多少？还你是不是又拿去买衣服买包包了？我做代理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不赚钱怎么还你嘛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天然别打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你必须把我的房子赎回来。我一定把你的房子赎回来。可是我还介绍你去音乐会了呢，
音乐会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音乐会？哇，这个房子好大呀、爸爸，这好漂亮。然然喜欢吗？喜欢。以后这儿就是然然的家了。以后这里就是我和爸爸的家了。你干嘛？没看到我在晒太阳吗？天然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喝杯奶茶？热的。我看起来很像有事吗？子弹！哎，天然！又是你，干嘛？让我进一下花房，我找个东西就走。这里没你的东西了，走。哎，有的，我爸爸留给我的遗物，还有一箱磁带，这些都是爸爸留给我的，真的很重要。又是爸爸，这个借口真是没完没了了。哎，你就让我找一下吧。行，去那个垃圾桶找，别来打扰我。哎，没完没了。喂，洛天然，上楼上找吧。把鞋脱了，快点啊！听到没？拆哪里好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经常用的杯子，我给你拿个新的。你用这个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要喝水，用那个壶。这个壶是我的。洛天然，这是我家，我想干嘛干嘛。这是什么？装修设计图啊。你要重新装修？当然了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这个房子是我爸爸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亲手设计的，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
你不能重新装修这里。那你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。我知道你对这房子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现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， OK？ 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，尽快。尽快？拿什么尽快啊？我写的曲子，等我出道了以后，我把版权署名权全都给你，要是还不够的话，我可以慢慢还。拜托。来，伸手。走。等一下，我欢喜喜喜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了啊，别再来了。别给我来了。白眼狼，亏你生病的时候我还好心收留你。什么人啊你，迷信了不起啊。靳泽一还想把我关外面，去。既然他不在家，我就先赖一会儿。回家啦。还是家里舒服。靳泽一是不是最傻的？果然英雄所见略同。房子是挺好的，就是好多虫子。哎，你收拾金山银山呢，快点，再给你一分钟。我跟你说话听到没啊？快点，磨磨唧唧。干嘛呀？哦，我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不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里是我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啊？你偷拍我，给我。不给。哎，你干嘛？给不给我？不给。不给！干嘛你这？给不给？不给！给不给？不给！
信你！你偷拍我！给我！住手！你给我！啊！你给我！不敢！松手！快！